仓鼠陪你工作的时候会发生些什么呢？不畏艰难险阻的攀登一座座高山，并在登顶后露出骄傲的表情，仿佛是在等你夸奖它。假装自己是个鼠标，引诱主人上钩，并浪费它宝贵的5秒钟时间。徒步穿越胳肢窝大峡谷，在一个你意想不到的角落里暗中观察。让我看看，让我看看，让我看看。在另一个你意想不到的角落里暗中观察，这只两脚兽看起来肉质好鲜美啊，可以给我当储备粮吗？在你赶稿的时候直勾勾地盯着你，试图引起你的注意。我可爱吗？我可爱吗？我可爱吗？在某个地方藏好之后突然出现，试图吓你一跳。哎呀，别干活了，来陪人家玩捉迷藏呢。在键盘前伸出罪恶的小爪子，时刻准备着删除你刚刚打好的字。只有当你把它按在胸口，给它撸毛的时候，它才乖巧的像一个小天使。别看小仓鼠一副憨憨傻傻的样子，其实心眼子可多了。你的玛莎级服务要让它足够满意才可以，要不然的话。